12号，千余名台胞在江苏省无锡市举办点亮新灯活动，1000架无人机在拈花湾小镇飞上夜空，呈现两岸和和共生吉祥和台海和平两岸一家亲的字样。点亮新灯是台胞千人参访团在无锡参访交流的一项活动。参加活动的台湾同胞表示，台海和平安定，两岸交流合作深化，同胞往来自由便捷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，福利民生，是广大台胞的共同期盼。活动期间，中共中央台办、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会见了参访团主要成员。他表示，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，都是一家人，希望广大台湾同胞与我们一道，共同推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正确轨道。